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旭哥沃克汉的转蛋时间啊。那现在最近是我的英雄学人转蛋了，那我们就来看会抽什么好了。那最近我记得是有好多个限定嘛，最近狂出限定的，像这个绿谷初九啊，像那个安德瓦，还有像这个 All Might。All Might 就是上次挑战一抽没抽到，那我们来抽看其他的好了。那先从绿谷初九好开始啊。绿谷初九是早期的那个单挑王，现在可能已经下来了，但是还是不错用。那就抽抽看喽。单挑王绿谷初九，看看能不能单抽抽到，几率应该蛮低的啦。哦，没有，很合理。那这个是有绿谷初九20%的，然后一些角色这样，还有爆豪。爆豪到现在还没调高过，超废，废到笑。好，可以。安德瓦是新角，他有 465% 的伤害，其实不算高欸。以现在的限定来讲，他其实攻击力蛮普通的，蛮不怎么样。然后他的友情技也蛮不怎么样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就加减抽嘛，有抽到就赚到。没抽到就也不能怎么样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抽的。那来抽一些比较有趣的好了，像十连好，十连抽一抽。来，抽个十连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五星了，按太快了。哦。不错欸，这只不错欸。这只是JoJo的角色，而且我没有。而且他还可以开友情 combo。哇，爽一波。可以，这只可以。我记得他的那个攻击力还蛮高的。OK, 可以欸。可能是就是继上次那个抽太烂之后。上次我记得是99抽一五星嘛。就是这个五星就很实用 ，OK 的。哦，目前30抽一五星，加到前面33抽，那这个是第43抽，看一下有没有跳彩虹。哦，有欸，有跳彩虹。就是要看着它才会跳，彩虹就是必出五星呢、啊。哦，出两只呢。哦，这只有小悟空。OK, 哦，出两只悟空哎，这两只都有了。不过小悟空还能力还不错啦，可以把它吃上去。OK, 那继续咯。43抽35星，那第53抽，53抽，哇，最烂的组合，一四星九三星，这个是最烂的组合。我看会不会。哦，又都没有，真烂啊，都是些杂鱼。其实以现在限定角的强度，现在限定角出的很凶啊，所以有时候都会有那种超破格的限定角出现。所以安德瓦其实他这个限定角基本上是不及格的，以现在的强度来讲。哦，换台。幻海也有了，再抽，已经好像已经抽了70了吧，73。差不多，等一下再抽到就收工了。其实前面有抽到JoJo那一次就不错了。彩虹欸，啊，
好了，那差不多该收工了。我还出两个，好了，那收工了。哦，中两只，哎、欸，可是这两只好像都有了。这个是那个闷闷，还有这个小马，小马哥，这两只都有了，是不是要继续抽啊？看抽到几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只五星。好了，再抽一个十抽好了，再抽一次好了，压点再抽一次。哦，果然不应该追加了，那没关系，再抽一次。我的十连券也太多了吧，动不动都可以抽一百多抽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中两只，而且有新角、哦，不错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这只真的不错，江田岛平吧，他的那个必杀倍率蛮高的，而且他也可以开友情 combo， 这是不错的角色。还有哪一只？哦，海豚顺，他是那个奇木南雄的。一个搞笑角色，那他的那个友情技也蛮好用的。奇木南雄的角色，好啦，那今天的抽都抽到这边了，总共抽到了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只五星。那最比较好用的是JoJo这只啊。然后小悟空因为有了嘛，可以把它吃上去也不错。小悟空本来就很好用，那江田岛平八也是新角，那这几只都还算不错啦，整体来讲还算不错了。今天抽还不错，大概也抽了一百多抽了吧，没有特别算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录到这边，那之后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随时追踪旭哥抽转蛋。那 follow 我的频道，看旭哥抽软蛋，我们下次见喽。